Hello，大家好，咁今日咧就要玩一只 Steam 咧，近期都几多人讲嘅一只类似 Pokemon 嘅游戏啦。咁佢系用一种像素化嘅一啲画风嘅，咁就叫做 Colormon 啊。佢呢一度咧就会有写一开头有几多个语言啦。我本身其实都想睇英文嘅，但系我惊一啲剧情上我会睇唔明啦，好多地方，所以我哋都系拣翻中文啦。咁佢得拣中同埋日文啦，我哋拣中啦。OK。Colormon，新游戏可以有好多个 save 啊！我哋睇下佢呢个剧情系咩剧情啦。啊，一嚟见到一个瞓觉嘅房间，哇，非常之像素化，真系。嗯，有人入嚟，边个？Who are you？喂，宝贝起身啦！你听唔到闹钟响紧啊？哇，阿妈，唔好再瞓觉啦！今日系你咧第一日翻工，哇，呢、這个翻译麻麻地，今天是你一日光上班的第一天，你可唔可以着得正式啲嘅？要留个好嘅印象啊！Good look，OK，、okay, 我哋可以拣个样貌啊。OK，我拣翻呢个啦，跟住，哇，我一年有咁多衫着，very good，嗯。我要着红色，perfect。我一着男，一用女仔头，呢、這个算唔算女仔头？都算。我用呢个先，跟住就红色头发、红色衫、红色帽，全部都红色。哇，小红帽正。呢、這个系咪啊？胡须啊，胡须唔使啦。呢、這个系眼镜啊，眼镜唔得，好核突眼镜。就咁啦。那、啊、当然，我的名字一样啦，UVL，Go，哇，超靓，劲有型，OK，可以跑步，可唔可以一路跑步啊？哇，唔得喎，佢唔可以一路跑啊嘛，定还是要迟啲先得？点样出去？点样出去？点样出去啊？对战呢啲唔睇住啦，我想睇操作嘅嘢，配置手柄控制，使用空白键或者 reset 系嘛？reset X，咦，差唔多咗同咩？咁我点样出去啊？哇，唔系话，原来吓，原来呢一格今日卡关添。好，点啊？啲咩人嚟啊？早上好。肯定好兴奋啦，终于成为一个日光对战研究员啊！日光即系如果译翻英文，应该系 Colon Pokemon 嗰啲啊，Pokemon 唔知咩训练员啊，Trainer。为咗庆祝你嘅新工作，或者你最中意嘅早餐店咧 book 咗位，你可以先过去车站听嚟真班。Sounds good，德克斯特亲爱的，请留意呢个局商。哇，呢、這个唔系小朋友嚟咩？嗰 个唔系小朋友咧，点样叫佢注意局路？一个好味嘅早餐过后，我哋嗰日有个双，有两个同我哋差唔多衣个装扮嘅人。呢一度就系你自己冒险嘅起点啦。你而家咁大个，可以选择自己人生嘅轨道啦。同时咧，为你感到自豪。你好细个嘅时候就梦想咧，为咗日光工作。我知道你准备好噶啦，所以俾咗啲准备你啊，一直为今日咧储钱，唔使担心钱嘅问题。哇，咁都叫唔使担心钱嘅问题，得3000蚊。你真系好啊，会好好利用噶啦。听到你咁讲就放心啦，我车你啦，3000蚊，同 Pokemon 一样，3000蚊，买得十零廿个精灵球冇啦，攞好啦嘛，所有嘢啊，唔使担心，已经长大可以照顾自己啦，快啲出发啦，首先要抱一抱先，再见啦。好啦，日光对战研究，日光对战唔知咩研究员啊，Colormon，我连佢呢一个，即系佢呢一只嘅怪兽都未知道系啲咩详情。点啊？已更新任务最忙。OK，嘟出咗嚟啦，有啲咩要揿噶？
火車嘅出發時間，我應該唔會離開。好，冇人接我咩？歡迎你到日光園區，有啲咩我幫到你？你好，我今日要成為呢個對戰研究員啦。哦，你係我新同事，真係好啊！我諗你咧應該係好愉快。而家註冊一下，檢查一下註冊嘅信息先。哦，我明啦。我哋好似仲未知道你想設定嘅難易度啊，設定之後就可以個性化你嘅冒險啊。大多數訓練家呢一般咧會選擇一般難度，如果你想普通咧，我都建議你咧揀呢個難度，帶住呢個手冊咧體驗唔同嘅難度。我会仔细读一读噶。好，想要挑战一下嘅训练师，可能可以考虑一般难度以外嘅挑战。你嘅难度系啦，呢本书咧会解释唔同难度嘅规则。如果读完之后你仲未决定，我哋推荐你咧一般难度。啊，简单难度啊，适合呢一个休闲玩家。当升级嘅时候咧 ，Coromon 将完全恢复佢哋 HP， 唔需要再退缩啊，唔需要再惊。商店咧全部五折啊！哇，你可以囤积大量嘅治愈道具。当你喺 Coromon 晕低嘅时候，你将可以咧直接喂佢哋任何治愈蛋糕，唔需要特登恢复，即系唔使重新。好，下一个一般难度，这个难度适合普通玩家，冇额外嘅规则。下一个困难，这个难度咧适合追求挑战嘅玩家。如果你嘅 Coromon 晕低，佢将会离开你嘅小队，佢会听从野性嘅呼唤，返回自己栖息地。下一个。极高难度，最高难度，除了困难的难度之外，仲有以下规则：你冇办法从任何对战中逃跑。真训练家会直面对手，每个区域你只能使用捕捉一只 Coromon。如果佢晕低咗，你就要听天由命。不过你都系仲可以随意捕捉完美 Coromon。哇，听嚟极高难度是嗰啲咩 Pokemon 嘅Pokemon 嗰个唔知咩特别嗰个挑战。咩 N 挑战啊？叫做唔记得嗰个咩挑战啊？就系、是、咧，你每个区域只可以捉第一只撞到嘅精灵啊，然之后嗰啲你就唔可以再捉噶啦，死咗咧就真系当死咗噶啦。呢、这个极高难度有啲难啊，我哋困难啦、啊、好嘛？困难其实我觉得都足够难嘅，因为佢写到明咧，如果你 Coromon 晕低咗，佢就会离开你嘅小队，亦即系话如果佢冇晒血啦，咁佢就会即刻离开，即系其实同放生一样，困难模式。我相信大家唔会想睇我玩啲咩新手模式㗎啦。啊，简单模式呢啲更加唔会係想我睇㗎啦，各位。有冇人特登係想我玩啲简单模式嘅。好。更简单的。喂，唔係啊，我要玩更困难。呢啲使唔使啊？啊，唔係喎，我唔係要自定义。预选嘅。困难难度。啊、相信大家不会想看我玩简单或者一般难度啦、啊。大家都是想看我玩啲高难度。有些人可能想看我最高难度添，不过那些就太难啦，系啦。喺呢一个未熟知的情况下玩有啲难难地困难。好，联系咗我哋嘅难度工程师，我哋将会体验一下，即系会跟从你配置嘅体验啦。你好，你决定要啲挑战啊，真系超刺激啊！我负责咧 follow 你嗰个嘅难度嘅体验工程师。我要话一话俾你听，一旦你嘅精灵咧瞓低咗，喺你降低难度到简单之前，佢都要离开你嘅。好啦，要讲嘅咁多，但我确定你 OK 啊嘛。好，我而家要做调整啦，祝你好运，运气咧好重要对你嚟讲。如果想要改变难度，你都可以去嗰个电脑上设置，真好 nice。继续之前咧，可以曾经话俾我听，冇第一次嚟 ，first time。每个对战研究人员都需要一个手套才可以安全携带 Coromon。我们有几种颜色，水流蓝、绿色，咁细嚿，下一个中意嘅红色啦，成身红色一套 ，OK， 手套就得。简单好，呢只颜色咧同你眼睛好相似。请攞住呢一个光之传送嘅控制板入。这个先进的设备可以比你更加简单有这个体验。Okay. 你的第一站将会是 Coromon 的实验室，在那里将会开始你的训练，你可以在旁边一楼找他。Okay. 祝你旅途愉快。这个没有一些什么，即是怎么说呢，没有一些很明确的任务的一些东西，即是那些导航。啊、你一定是他们所说的新来的那条友啦。咁啊，吉德安呢将会呢发挥你的所有潜能，我找他过来。嗯，吉德安条僆仔去了哪里？啊，他好像出去吃晏啊，不用担心啊，我可以呢休息一下给你需要的东西。你有什么反应？我可以休息一下。
首先咧，等我俾个数据嘅芯片俾你先。数据芯片，数据芯片系一个好好用嘅芯片，可以装喺你嘅手套上，记录每个同 Colomon 有关嘅行为。所有数据都会即时咧发翻俾我哋，然后我哋喺呢个实验室里面处理。为咗激励大家俾我发送咁多有趣嘅数据，我哋将会提供大量嘅奖励。你可以喺你嘅菜单度直接换呢个里程碑或者升级奖励，系咪好方便呢？其实好简单嘅啫，我保证你咧有。保证随住你熟悉呢份工作，你就会明噶啦。啊，即系图鉴越多，有越多奖励。好啦，你准备啦。冇我哋丰富嘅员工初次包裹你咧，冇啲咩成就。即系我哋有个不新包裹，旋转球。啊，呢啲应该系嗰啲捉嘢嗰啲啦。光之传送料类型手册，类型手册喺呢个旅途当中咧都系极其珍贵嘅。哇哦，哇呢、這个属性表。Oh my god！ 呢个属性表几多个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三个，会唔会太多？十三个，边度记得晒啊，大佬？好，我知道你肯定好想拥有第一只自己嘅精灵啊！楼下咧，李义森会俾一只。我要讲咁多啦，我翻去啦。要知道你要靠自己咧，发现新嘅特性，十几个特性，点样记啊？謝麗爾，我妹妹想買咩就買咩，因為佢成為咗一個偉大嘅對戰研究員。佢話邊度喺樓下，冇 Colomon 冇辦法離開。係咪呢個日志記錄？聽過李森地下室的 Colomon 地下室，即係我係要落一層啊？唔係啊。呢度冇得落一层啊！呢度呢度一落，来吧！呢、這个啊，呢、這个味道，点解会系呢个味道？充满期待嘅对战研究员嘅味道，嚟呢度接收第一只 Colomon 系嘛？等一阵先，我要先将 Colomon 连接器更新完，应该可以啦。等我介绍一下自己先，李义森呢一个嘅实验室主管，我哋将你咧连接到一只 Colomon 啊，我哋嚟进行一系列嘅测试，揾到一只最适合你嘅，我就喜欢你呢种嘅热情啊，跳过嚟，调整一下先，睇睇先，好，搞掂，有趣嘅部分嚟啦，我机器咧开始扫描你嘅脑电波啦，入嚟啦。呢度扫描嘅时候唔好喐啊！如果唔系你咧失去一只手嘅话，可能伤害我部机。好啦，开始分析啦，咁恐怖啊！佢都系扫描，点解会失去一只手啊？或者整坏部机？整坏部机都好正常啊，但系失去只手都恐怖啊！我而家问你一系列嘅问题，嘅机械咧会测量你嘅脑活动。第一个问题，你遇到一只野生嘅 Colomon， 你嘅第一个反应系睇佢会做啲咩？我都会咁做。第二个问题，你成为呢一个对战研究员嘅动机系啲咩？我想赚钱，我想驯服最强嘅 Colomon， 保护呢个环境，想驯服最强嘅 Colomon。呢个动机好好。第三个问题，三种攻击边种最吸引人？喷火、内心灵性、身体强化。身体强化，唔系我最中意嘅一个，大家都咧继续啦。你中意以下啲咩颜色？猩红、海军啊、北极蓝、猩红，哇！我间瞓觉房都系呢一个颜色啊。最后一个描述，描述下你理想中嘅第一次约会。零啊，似 game 议员，烛光晚餐、跳伞、行博物馆，比较好少少啊。可能系烛光晚餐啊。如果我拣嘅，真系浪漫，唔使跳，唔使运动，唔系好难啫，系嘛？唉，小意思啦。好，你肯定好想知道结果啦。准备好之后咧，企喺舱门门口。你有呢啲选项：火小火龟 Colomon， 呢只小火龟咧非常强大，好中意打交嘅，可以学到啲好强嘅招式。系咪全部都系呢啲嚟噶？有牙沙水系 Colomon， 呢只咧对战嘅时候忍耐力超强，能够耗赢咧大多数嘅其他 Colomon， 即系防御形态。哇！冰系雪球熊，呢只熊咧好多只多面手，完美平衡进攻同防御。而家你嘅分析结果，有好几个都匹配。火系嘅小火龟又适合你，
有个水系入华沙，你可以有一个好大嘅成就，好难拣咧。点解冇讲到冰系嘅？但我揿得太快。哇，好中意呢个北极熊喎，好似有个多面手嘅雪球熊，任何情况都可以应对。睇睇日光园区位置五咧，被动技禁欲主义，受到超有效伤害后。防御或者特殊防御会根据受到的伤害增加两阶啊 ，OK， 即系话如果受到一啲黑属性的攻击的话，会根据翻佢系特攻定系普攻地判断佢会加防御定系特防，系啊，就系、是、咁。下一个，我哋都系拣一个比较好少少嘅特性啦。当佢 HP 下降到四分一以下，会变得警惕，提升速度同埋准度。加速同埋命中率啊 ，OK， 下一个小火龟攻击为主嘅龟仔啊，呢、這个皮肤极厚，对暴击免疫，即系唔会有暴击影响。其实如果话劲嘅话，可能系龟同埋呢一只北极熊，好似雪球熊好似麻麻地。数据库咧，强大标准系咩意思？哦，哦，我明啦，标准嘅意思应该系第一阶段啊嘛，强大就系中间阶段，完美就系最终阶段，所以雪球熊其实系劲啲嘅，因为佢系中间阶段嘅 Colomon 系咪咁嘅意思？好，我哋拣小火龟，原本谂住拣雪球熊噶，但系咧感觉上佢而家中阶段，好似麻麻地，好，我哋拣龟仔，使唔使俾龟仔一个名啊？我俾个名。可唔可以打中文？唔得啊，由佢啦，真系冇喎。唔得喎，唔得喎，佢唔可以打，佢唔可以打简，佢唔可以打，佢唔可以打繁体字啊！繁体字佢变错咗咯。小火，小火鸡，个鸡字都唔得，系个鸡字唔得，鸡字系要打简体字先得。好啦，咁就由佢啦，咁由佢啦，唔帮佢改啦，叫翻做小火龟啦你。小火龟，算法咧唔会呃人噶，你一定系适合小火龟啦。你嘅小火龟咧，似乎有呢个皮厚嘅特质，啊，确实好有用啊。但系单凭一只咧，做唔到啲咩嘅，攞埋呢一只咧，佢可以为你提供额外嘅保护。旋翼风，超难读个名。旋风翼咪好听啦。你已经攞到 Colomon 啦，测试一下你嘅数据芯片啦。我会激活你的光之传送面板，我哋带我哋去到对战场。我哋到啦，准备好第一次对战未？唔使担心，我咧保证公平。我带我哋幼华沙同你嘅龟仔一样 level 嘅，俾个提示你，长禁你嘅技能可以睇到佢哋嘅效果具体嘅描述。如果你唔知道技能嘅作用咧，一定要试一试啦。祝你好运，全力以赴嚟啦！二打一啊！有麻煩，點樣玩法？呢個攻擊禁實，我係咯 ，OK， 可愛的姿勢，擺出可愛嘅姿勢，降低對方團隊防御，即係大全部降曬咯。小隊啲翻嚟真係麻麻地，其實好咬我。完唔系问题啊！永远有啲灯眼嘅技能就好容易打死对面。哇！降攻击系咪呢招？真系降攻击呢招。爆击系 perfect。唔紧要啊，我哋有机会爆击佢，佢爆唔到我哋。等一下，震天敲，真系有型个名。呢啲技能名咁有型，撞死佢！搞掂，又话杀完结。而家我哋唔可以死嘅，所以其实某程度上我哋系要食药嘅。啊，去到紧急关头嘅话，余烬对目标发出小型嘅燃烧，又有10%可能造成燃烧效果，十分厉害，达成里程碑啦，打败咗李医生，哇，偷咗佢钱，顺利，点啊？唔错啊，你同你嘅 Colomon 肯定可以成为强大嘅团队啊！唔好忘记，随时都可以去训练师中心咧恢复呢个 HP。多謝你的提示，我而家去可以去捉未啊？当然可以啊，你可以从呢个探索光照公园开始。诶，做一件事，
我建议你以后唔好去嗰条桥，嗰条桥 Colombo 一般都对新手唔系咁友好啦。拉你嘅研究实验室可以俾你装上手套模块，保证你安全。你可以喺光照公园揾到实验室。OK， 即系话我哋要首先去咗，如果我哋要过桥，首先要过咗呢一个嘅光照公园嘅实验室。OK， 呢个系回血啊，有好多嘢睇，突然之间。先看看这个中心怎样知道哇哦 OK 好快手啊，我们看一看它那个这只东西是什么料，这只东西一般形态物种速速是吗，找出对方的弱点，对目标的下一次攻击造成 2.5 倍但不能造成致命伤害，即是可以打到它扣到一滴血但不可以死，劲喎呢招，我觉得系我觉得劲啊！暂时嚟讲，如果对手攻击更高，会超频自己的攻击力与之匹配，咩意思啊？即系会，即系对手攻击高嘅话，我哋会自动加攻啊！好似几劲啊，听落系咯，好似几劲，我觉得。点解佢送呢只俾我嘅？应该唔会送啲咁劲嘅出嚟啩？好，我哋先睇下佢第一只精灵系啲咩啦。光照公园就喺度啊！呢、這个公园点睇都唔似有嘢捉喎，老实讲，唔好过桥，呢度咪有条桥咯。呢度系撞精灵嘅，啊系啊系啊，呢度草地系撞精灵。Colomon， 哇，金咩奖啊？金初啊，原来系御尊，一嘢烧爆啊！啲属性、黑属性嗰啲，我哋唔睇住啦，系啦，我哋凭自己嘅试下先啦，系凭自己嘅呢个玩法打法，自己试下先。到真系唔得，我哋先用黑属性嘅精灵去打。我相信应该唔好难嘅啫，系嘛？呢个咩地方？研发实验室咦就喺呢度，佢就叫去咗呢个地方先至过去，搵佢帮我唔知装咗一啲咩插件先得。好，我哋睇下仲有啲咩精灵喺度先。除咗嗰只咩咩啊之外，又系你呢只嘢，其实都几啲颜色都几靓，老实讲，系啦，啲颜色唔差咯，我觉得佢唔会话好奇特。哇，即系风，即系风，咪就系我只风超频者嗱，佢开咗啦招技。喺个本以为我黑住佢啦，点知唔系？哇，就嚟死啦我！诶，爆击系咪冇？40 HP， 升咩啊？哇，自己配啊技能，自己配啊技能点？呢个有啲有趣啊，直接自己配，加速，佢系偏向特攻型，速度咧就唔可以话好高，佢系特攻咯咁样。大功龙速度啊！大功龙速，哇，好有 online game 嘅点法喎！即刻变咗好似波灵宝杯定射气嗰啲咁样，几特别啦、啊！然之后我想睇下我身上嘅药品有啲咩，我20 HP， 如果可用过载5 SP 系咩意思？咩叫如果可用？嗱、啊，呢可以捉嘢啦，手刷啦，呢啲冇咩特别啦。傳送到日光園區，哦呢度可以直接傳送翻屋企，唔系翻屋企，翻去嗰个基地度，系啦。呢度望一望有冇啲回血嘅地方？呢、這个系嘛就系、是、研发实验室就系呢个人啊嘛。你一定系新嘅对战研究员啊嘛？啊系啊，你系边个？我就知道，我直觉唔会错嘅。我可以话俾你听，手套魔幻世界嘅一切，我叫拉尼。啊、这边这里没得回血。手套无法测试区域，你的手套是一个杰作来的，除了可以携带你的 Colomon 之外还可以做很多东西，可以给用户随时安装新功能。有什么新功能、啊、我的同事现在正在这个校对这个力推无法正在优化能量，不知道什么意思。正喺度自己开发全新嘅模组。OK，
即系话佢有一啲唔知咩推石嗰啲效果啊嘛。我先将火花塞火花塞同可燃气体组合嘅制造爆炸。OK。啊！边个呢个系？我需要借一借，有啲重要事项。做乜嘢呢个人？终于见到你，利格尔呢个研发实验室负责人。我哋去一去呢一个进入区域限制区域咧，解释一下啦。因为呢度有可能暴露到辐射，所以我哋要求所有人咧都着住呢个实验室大衣。我其实揿一下二 set， 点解成日都弹咗两下？停跟我行，系咯，唔系好明。我未揿一下，但系佢弹咗两下。限制区域，欢迎嚟到啊！系咪好壮观咧？我面前嗰个系咩嚟噶？呢、這个就系我哋嘅泰坦特遣队啊！吓，佢叫泰坦积华，喺几个月。几个月之前咧，佢就开始展现呢一个唔知咩嚟，佢可以做啲咩？咁就咧，等我哋要谂办法去搞明啊！一个团队将会对你有一个好大嘅帮助。你希望我加入呢一个团队啊？系啊，我哋想你好积极，我一定要你加入我哋团队。吓，我一个新手人，你新人点解会加入呢个团队？你点都好啊，呢泰坦积华如果冇合适嘅控制设备咧，将会慢慢瓦解。最近取得咗呢个重大嘅突破，我哋开发出呢个手套模块，可以咧进一步了解呢一个精华。呢个模块精华收集器可以咧喺呢一个泰坦精华传送到实验室之前稳定喺呢个泰坦精华当中。你会装备呢个精华收集器，亦即系你嘅工作除咗对做呢一个对战研究人员之外，仲要帮我哋协助收集泰坦精华。我展示俾你睇睇 ，OK。即系除咗成为呢一个最强嘅 Colomon 训练家之外，我哋仲要收集呢啲咁嘅嘢啊！喺呢个多纳尔岛嘅基础泰坦当中，但系呢一个并唔系净系唯一一个存在。我哋已经确认到咧有六个地方有。我哋假设系当我哋成功将佢哋合并一齐嘅时候，佢哋嘅真实潜能将会展现出嚟。我可以将呢一个四超唔系黑超俾我四超。呢、这个精华收集器要小心使用，吓唔系黑超嚟咩？最近泰坦精华咧喺雷鸣泰坦风暴驾啲驾灵者啊，喂，我唔识读噶，有冇见到地图东南方喺嗰度能量塔啊？控制住呢个天气，将雷暴引该到。喺使用精华收集器模块之前，我需要安装到你手套。呢、这个任务需要精准嘅操作。O.K. 好复杂，大佬，佢讲啲嘢唔系好明，可能因为始终佢哋个翻译咧唔系咁好，但系大概知道嘅就系我哋俾佢哋委派咗去收集一样泰坦精华，而呢样精华咧究竟有啲咩作用咧，暂时未知道。但系佢哋相信咧，只要齐集晒呢个成个区域嘅泰坦精华咧，就会有一个意想不到嘅事情发生。然之后咧，但系首要条件咧，如果我哋要安装，即系要收集呢个泰坦精华咧，需要安装一啲。冇咗喺个手套度。至于安装手套呢一样嘢咧，我哋就要去到下一个地方去安装。大概就系咁啦。我唔太清楚嗰个剧情系点样。咁剩低嘅咧就睇下大家明唔明啦。系啦，总之我净系想对战，净系想打交嘅。好啦，咁今集时间就玩咗咁多先。呢个 Colomon， 我哋下次再睇下，我哋会唔会有精灵会去放山呢？好啦，拜拜。